战友们好啊！看我今天穿啥啊？看看，啊，咔咔咔，啊，这个是看看啊，这个是新款的 Rico Win 和 Chrome Hard，这是刚刚的啊，太多了，真是我发现好多都没有穿过啊。为啥今天不穿西装啊？穿这个啊？因为很简单，战友们，刚刚的出去开会，约的地点中央公园，中央公园，所以到中央公园去了啊。这个刚见完人，开完会回来，必须穿休闲。哎呀，这里大有乾坤呐！这个特别让我开心的事情，我这会儿要，为啥要录视频了呢？就是我们战友们的爆料，就是最近这个英文的这些爆料啊，广泛传播。啊，广泛传播，对他们这个影响特别大，啊，他们竟然都能把咱们战友之声的这些东西啊，都能搞得倍儿清啊，很有意思。但是越是这个战友们，我今天要在这说什么呢？千万千万记住，咱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跟着人家走啊，不要跟着这些伪类们、欺民贼们啊，还盗过咱们的假新闻跟着他转，一定要看到事实的真相。你有绝对的把握了，你才要说，哇！千万千万别把我们爆料革命啊，这个来之不易的信用啊，给毁掉了。任何战友都不能代表爆料革命说话啊，任何战友也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把爆料革命给裹进去啊。这个其中刚才开会的人告诉我说，让我们务必小心啊，他们正在这个调查的当中的就是。来自中共的各种力量啊，在想办法来接近我们爆料革命的这些主干力量，啊，想尽一切办法拦金黄，想尽一切办法来这个制造麻烦，让我们陷入到啊他们所想象的所谓的法律媒体危机里面去啊！大家要记住啊，大家要记住，要注意，千万千万，我拜托了战友们，万分的感谢啊，战友们的努力，让今天。拥有这样的成就啊，俺要换衣服去了啊！换衣服，穿西装啊，去开会，去上班。现在是下午快3点了，还有几分。